据江西广电消息，9月6日，浙江杭州一位老太太在地铁上拿着二维码乞讨，地铁乘务员提醒乘客不要给钱，被老太太追着打，嘴里不停喊打死我。据乘务员解释，老太太家里有两个儿子，家庭条件其实不错。然后手机上看到什么呢？我就欺负了他，不能了，啊！